老铁们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这个二手车贩的日常，或者是不懂的车的那帮人啊，看啊，哎呀，这车哪年的车呀？嗯，多少万公里了？然后下意识的用脚踩着这个车胎，蹬两脚，哎，看见没？就这个动作，踩着车胎，咔咔咔蹬两脚。好像他妈你就能蹬出来这车好坏似的，你知道不？就是他就能蹬出这车好坏似的，这个动作的，踩着车胎蹬两脚。哎呀，修过没呀？撞过几回呀？来，把那个行车证看看，看里程表调出来。嘣嘣蹬两下，完转圈瞅一眼啊，转圈瞅一眼。你看，然后不管这车保不保值啊，他都会说：“哎呀，现在这车卖不上价了啊。”不好卖呀，然后就又说了，你上别人家去没啊，别人家给你多钱大概就这意思。